然后这个都也不是的呀，可能在哪里啊？找不到头洞就白费，挖不起来。你飞呀，这个。鳝鱼是条鳝鱼，好像跑到鲤鱼去了。哎呀，跑土中鱼去了。这个，把虾都弄去了。这打个毛线呢？哎，搞不起来。钓它也不吃，这么搞不起来，兄弟们，这样，我下洞里面去了，手整个手伸进去了，都摸不到黄鳝。哎呦，细品啊，搞不起来，兄弟们。搞一身泥不划算呀，搞不起来，就是搞一堆泥都搞不起来。这个龙牙洞贼深，我掏了下，手掏已经掏没了，手已经整个手都伸进去了，我都没到底。这地方只能是钓一钓。是个鳝鱼洞，这些黄的应该有二两，应该有二两左右。